嗨，大家，现在是大概6点多7点，今天都要看日出。蛮酷的是，它的日出时间是早上7点20几分，就是跟台湾不太一样，台湾都大概5点多就日出了吧。这边日落时间也蛮晚的，大概晚上8、9点的时候才真的太阳下山这样，所以就是感觉白天过得非常的长。哦，它有一个还蛮酷的，大家可以选择骑骆驼上去看日出。可是我们昨天已经骑过了，然后就觉得不要再欺负骆驼了，所以我们就在山下等这样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在敦煌的月牙泉可以玩沙，或是一些像是越野车。我们等一下看完日出就会直接到月牙泉了。现在等日出，全部都是要骑去看日出的。你说上面的风景超美，我们赶快爬上去。哪有超美啦，骗子！到了失望。他说他不讲成这样，我们怎么会上去？这些都叫早骆驼，他们就是专门载我们去看日出的骆驼们。我们现在坐在沙丘上面的。对于刚刚小孩说地上全是仙人掌有什么看法呢？它是绿色的，长在沙漠就叫仙人掌。这边的小孩说的。弟弟姐姐也是看不过眼。鞋全部都是沙子，他觉得走快一点就比较不会有沙子，超多沙子，还给大自然。骆驼，然后现在这边还是陆陆续续有骆驼在往上走，好，前往月牙泉。要到高处往高的地方拍才拍得到，想看月牙泉请从这边上去，要到高处。听说赤脚走的话会很像脚在按摩。听谁说，湘琴说的吗？我是在姐姐上看到。哦，原来这边都被摇，前面这边都会围起来，就是他们有点像是为了维护整个沙漠，就是这边看起来还是漂亮的沙漠的样子，所以就会把它围起来禁止进入。我们走到有楼梯的地方了，好可爱哦！这边有小阶梯，难怪大家要走一样的路。刚想要怎么办到的？这个路真的是人走出来的，它都已经被踩成就是有点阶梯状了。尹真，啊，看不到脸了，好。前面的是景涵，越来越高了。哦，小心，还好吗？我们要走到至高处看月牙泉。我们刚刚稍微往后看，超可怕的，有够陡。这个一个人滚下去就全部都滚下去了。快要走到没有路了，跟着前面的脚印。上面比想象中平坦哎。很多人坐在这，哎，没有路了，停下去就可以看，太棒了。我们到了，好可怕！哎，这边沙漠，还对面很多那个树，绿洲的感觉，好漂亮啊！活起来了，那这样就活起来了。早上差点被人死。充满沙的，其实我觉得这样。
拍，懂拍。然后我们每个人又来了每个人，他都不怕泼到别人。我们在月牙泉这边，这边超级无敌高的，我觉得很可怕。等一下就搞一下。这一块都会有一些，可能你想要坐什么沙滩卡丁车啊，或是一些像越野车的，都可以在这边搭。可是他们搭一次的费用，刚刚听下来跟骑骆驼一次差不多，就大概100块，100多块，或我觉得可能沙滩车会更贵吧。然后也会随时都有人在清洁垃圾。月亮形状。导游说，就是月牙泉它的，反正它本来是有一条河，然后注入它的水。政策就把那条河给就是截断，结果月牙泉就越来越浅，越来越浅。它现在就只有1.5米，然后他们的政府就是用尽全力在抢救月牙泉，抢救了十几年，然后好不容易把它救成现在这样。但是如果月牙泉的，就是这边的整个地下水位再下降个3公尺的话，月牙泉就会从此不见。所以就是趁它还在的时候，赶快来看一下。我刚刚一个找不到我的伙伴们，就觉得很可怕，在大漠之中迷路的感觉。哦，这个就是月亮的形状了，好漂亮哦！从这边很陡的地方走回去，太高了，所以我不敢用走的。然后我们就很缓慢的滑下来，现在这一条都是我滑下来的，是另外一个，他刚刚也是滑下来的。我觉得我们越来越接近陆地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哎，这边很漂亮，可以。看两个景，华沙怎么样？难怪没人吗？等一下，华沙的区域在这边，可是我们刚刚已经滑行了这么长的距离，就这一条都是我们滑的。等一下再考虑要不要滑好了。月牙泉真的很漂亮哎、欸，可是只是来这边会有点狼狈，因为会一身沙，手机或是外套什么全部都会是沙子，所以可能要穿一些方便移动的衣服会比较好。哦，对，我本来就是穿裙子，超麻烦，超狂哦！他是跑下去哎，我不行哎，我一定会滚下去。那边全部都是雾的哎，咦，这边每走一步呢，我们的鞋子就会全部陷进去，所以不建议大家穿白色的鞋子过来，就会不一样。我们的勇者要跑下去了，他必然是成为第二个勇者。那我就走下去了，两位加油。哦，他这样到远方了。勇者二号，我是挑战者二号，请不要滚下去，拜托。好，我要开始啊。很习以为常哦，非常的不为所动。